老和尚的身教。一，悟道法师讲述。一，有一次韩馆长他为了道场的事情跟建筑商的老板刚好吃中饭，谈了很久，我们就在四楼餐厅，老和尚带我们大概十几位出家众坐在那里等，整整等一个半小时，就坐在那里等。老和尚静静地等，他也不烦躁，他就在那边等。我们都被他这个定功影响了，肚子也就感觉不饿了，就坐在那里等一个半小时。他这个就是叫教学，教学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做给你看，带着你们做。等了一个半小时，从12点等到1点半，他就静静坐在那边等。大家看师父不动，大家也不敢动，就坐在那边如如不动，等了一个半小时。后来韩馆长就慢慢慢慢地走下来，但是经过那一次的这样忍辱，觉得心里满定的，觉得心能够安忍。老和尚就是教我们，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，要尊重，因为馆长在这个道场是领导人，要尊重他，他没有来吃，大家要等他来吃。第二个就是修忍辱，看看我们的耐心。所以我到图书馆去也是学忍辱。出自《佛说十善业道经》第26。二，老和尚当初我到图书馆，他真修忍辱，我也是被他这个修忍辱感动了。老和尚离开台中莲社到台北来，他的志愿要学讲经，遇到韩馆长，韩馆长就给他找地方借地方。早年还没有图书馆，我就已经听经了，所以这个事情我非常清楚，非常艰难，也得力韩馆长他的护持。但是韩馆长这个人脾气不好，老和尚只是感他的恩，没有记他的怨，他对他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不说，不说一句，只是念他的恩。所有的法师讲经讲忍辱，什么叫忍辱？我们现在这个算不了什么，韩馆长是常常指着鼻子骂，他在讲台上讲，下面指着鼻子就骂，他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得了，把老和尚衣领拉着跳楼，有几个法师受得了？还有我们道场圆通寺一个女众跟一个曾居士年初拜千佛，在那边吵架，两个都哭了，去告老和尚，老和尚就给曾居士顶礼，对不起，是我这个徒弟教的不好。真修忍辱，我本来脾气很不好，但是看到老和尚这么修，
人家高僧大德都这么忍了，我们这个算什么？我是这样被感动的，所以我现在也勉强在修忍辱。出自《沙弥律仪》第34集。三，我们敬老和尚不允许我们去化缘，所以以前在华藏图书馆，韩馆长那时候在柜台摆了大概好几本本子，你要印经做什么什么项目，还有一个功德箱。后来馆长往生了，往生之后我们搬到信义路，老和尚就不允许我们到场设功德箱，那个本子也不能摆出来。师父就讲，你那个本子摆在那边，分明向人要钱，人家走进来看到那个本子，不拿钱也不好意思，有时候要拿怪怪的，摆明向人要钱。所以我们到场本子都收起来，收在抽屉，也没有功德箱，这样大家来没有压力。以前我们图书馆都常常印经，那时我负责印经。有一次有一个居士跟我讲，悟道法师，下一次要印经你告诉我，我来发心。有一天师父拿那个经要我印，我电话就马上拿起来。师父说，你干什么？我说，有个居士他要发心印经，师父你现在要印经，我打电话通知他，跟他讲要他发心。我觉得这很正常，不是我去跟他化缘，是他自己说过要发心。师父就跟我讲，你先不要打，你是不是要跟人家要债？我听了就一头雾水，怎么会变成要债？是他自己说过发心的。师父他就跟我开示，他说当初他跟你讲的没错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当初他跟你讲的时候可能有预备一笔钱要来做好事，但是过了这段时间，你保证他那个钱还在吗？有没有周转到其他地方？你要考虑到这点。如果万一他当初跟你讲，当时有这个钱，但是过了这段时间，如果他这个钱有其他的地方急用，他先用到其他地方了，现在这个钱没有了，你现在打电话给他，他现在没有这笔钱，你不是让他很为难吗？你这不是要债是什么？我说我明白了，那就不打了，我就等他自己再主动来讲印经，再和他说。这就是避免造成别人的压力。出自《西方阙旨》第21集。四，在20几年前，我们台北市警察局王警官，他是担任辅导警察的，他发心把《了凡四训》做成有声书，就是请电台专业的播音员把这个念一遍。早年20几年前都是录音带，
他就拿着到处去结缘，主要拿到学校去。当时他发的心很大，给我们敬老和尚报告，老和尚当时就拿了100多万台币给他，统统去做录音带。做完了没多久，他说结缘完了，因为他送得很快。后来他又来跟师父报告没钱了，送光了。师父就带我去景美那个中小企业银行开保险箱，因为我有个师弟悟红师现在住在香港，他父母过世留有房产，卖了不少钱。他没结婚，出了家都供养师父。因为图书馆我们曾经遭过小偷，被偷过，所以就放在保险箱。师父就带我去拿那些钱，有200多万，全部给王警官去做了凡四训。像敬老和尚这样布施的人，大概只有他老人家一个，因为他已经修到一个程度了，他才能做到布施。我剩下100多万统统给你。这桩事情我们敬老和尚的确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，所以我多少也学一点，学一点还做不到位，但是也有一点小效果。今天能够办一点事情，也是跟我们敬老和尚学习的，学习布施。以前在华藏图书馆有一个迎空师女众，她出家很早了，比我们老和尚还早一年。那时候她到图书馆去学讲经，她就跟我讲，她说：“导师，人家供养你的钱，你不要统统拿去布施，你要留下来跟会，以后你买个房子，不然万一被馆长赶出去，你要去睡火车站。”后来我听师父讲经，师父不是这样教我们，师父说要赶快布施，所以我还是没有听他的，也感谢他的好意，还是把钱统统去印经向师父学习。后来他去跟会，跟会被一个同修骗了。有一天他去向人家要钱，我说当初还好没听你的，跟你去被骗了，现在要也要不回来。所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，选择布施。到现在今年出家第30年了，目前还没有睡火车站。出自改过之法。五，我们敬老和尚有人送他古董，像字画这一类，这是缘迹，这是真迹。老和尚他不要那个真迹，真迹都送给博物馆，让他们专业的人去保管，给大家欣赏。他认为这个做法是最好的。他讲，你要那张真迹，你就可操心了，你又怕丢掉，怕遗失，怕损毁，一天到晚要去保管那个东西，多操心。不要自己藏在自己的道场，
放在自己房间，因为这个增长贪心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去执着。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